青少年朋友容易上火，我覺得有冇啲啱嘅？應該唔係青少年朋友特別上火咯。而家係我哋個，我覺得成個社會都上火，成個香港係應成個香港社會容易上火咗。咁呢樣嘢好特別嘅，其實呢樣嘢發展得好快嘅。點解咁嘅情況咧？唉，我哋回顧下啦，不如譬如。即係講係個巴士阿伯，你咪解決，我咪解決嗰啲壓力。嗰陣時都冇咁誇喎，我覺得嗱，譬如講講九七年，咁我哋啱啱回歸之後，其實都和諧咗一輪嘅噃，都和諧到差唔多二千年咁，香開始金融真係差啦咁。咁金融差又再加埋嗰陣時又話負資產犀利啊，咁其實零三年啊嗰陣時又沙士啊，咁其實嗰陣時個社會都好亂下。咁嗰陣時亂還亂。大家都是悲，但是悲得嚟，大家都是 caring 嘅。我覺得真的有個 caring 嘅感覺。咁所以其實很多機構嗰陣係零三年嗰陣時開始發，開始成長嘅，或者開始發展嘅，即係啲咩情緒管理中心啊，或者我以前做開嗰個防止失業中心都係零三年嗰段時間發展。咁到差唔多零五零六年啦，唔好意思，咁我哋開始啲人就會覺得啊，原來個所謂嘅特首啊，香港嘅特首社會原來可以一個人可以搞到香港咁樣樣嘅，即係搞到香港好唔同啦嚇，即係好與唔好都好。咁啲人就開始覺得唔係喎，我要發聲喎。原來開始知道我係需要發聲喎，因為其實九七年前唔係幾使發聲嘅啫嘛，亦都發咗聲都冇用，基本上係咪先嗰陣時？咁而家知道原來唔係嘅喎，有所謂港人治港呢件事嘛。咁係自己香港人講自己嘢好啊，或者港人治理香港都好啊，咁叫港人治港啊。大家都開始不停咁講，哇！香港人要出多啲聲，出多啲聲咁。咁就係咁噶啦。你即係因為社會環境俾大家出聲，咁就出咗個聲，跟住就大家都出聲，咁就變成大家就火啦。咁冇嘅，都係夠鬥大聲嘅問題嚟嘅啫嘛。其實講嚟講去，明白。